嗱，我同神嘅關係咧，其實我主要唔係呼求嘅，因為我深信聖經所講嘅，神係成日想念我哋嘅，同埋神喺我哋前後環繞我，按手愛行喺我哋身上，神係喺我哋門外叩門嘅，即係根本神係揾我哋先嘅，所以我唔係呼求有，我深信神喺度，所以我咧多謝耶穌，感謝你同我一齊，哈利路亞！即係我就一信開始咧，我就係信心開始嘅。咁我講一個俾啊一個人寫個文章啊，咁佢咧就講到佢有見到一個熟靈嘅偉人，佢好欣賞佢，佢就想偷睇佢點樣靈修，佢就匿咗個房嗰度睇佢睇聖經，跟住佢就祈禱，祈完一輪長嘅時間之後咧，佢就即係嘆息一聲定係點啦？阿巴父咁啊，咁呢個人就好感動，佢就話啊，佢真係同天父好似阿巴父天父咁樣，爸爸咁樣。咁我覺得好嘅，真係好好嘅。但我覺得點解唔係開始呢？即係呢個信心啊。譬如我哋就算去到嗰啲屬靈嘅境界唔係咁好嘅地方，我哋都話神就喺度，耶穌祝福緊我，耶穌好想祝福我喎。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即係呢個有信心同埋咧，因為神歡喜快樂。嗱，咁我講到因為神而歡喜快樂，我形容係好似乜嘢咧？譬如話，我哋見到一個人，我哋中意，你個心就會中意出嚟啊嘛。其實如果我哋諗慣神嘅好嘢咧，我成日都得閒就諗嘅，諗慣神嘅好嘢，個心就會好中意神。一諗到神，啊真係好啊，感謝耶穌。咁樣咧有信心同埋個靈就會開放啦。即係呢個就係要操練。咁我自己我發覺我喺初經歷聖靈之後，我係要需要一路叫耶穌啦，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咁我都諗下點樣做嘅，但我做咗下咧，我就開始發覺係個心靈裡面。感激中意神喺個心就係喺呢個心發出啊！神你真係個心一中意咧，我唔使講嘢咧，即係呢個揾到呢個位啊！咁因為嗰陣時我咧，即係我真係用好長嘅時間祈禱。咁我而家我成日都盡量喺呢種狀況嘅，即係成日講緊道啊，或者幫緊人啊，我都盡量喺呢個狀況嘅，即係我都即時會感受到神嘅同在。咁所以咧，呢個係操練。同埋咧，我哋會同你一齊祈禱啦。同埋咧，啊，你自己花幾個時間做，去到一個位置，即係話成日做乜嘢咧？你譬如你一諗到，感謝神，人有感情啊。其實呢個好嘅，即係神有感情，所以我哋有感情啊。聖經都講《西番雅書》3:17，佢因為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，佢好有感情噶，會開心到歡呼嘅。哇！真係神，你有感情，多謝主啊！因為世界上小朋友就好有感情，但有好多大人已經冇咗感情，因為佢麻木咗啊！即係因為人嘅罪同埋心眼。感謝神，我有感情，感謝神啊！你有感情真係好啦，天堂更加有感情。即係你就因為嗰樣而感激咧，你感激你就會個心就通啊！即係總係個心裏面，耶穌都講啊，呢個世代要咩咧？即係呢個世代咩咧？歡喜嘅時候又唔去感激，憂傷嘅時候佢又唔會隨空，即係唔識得佢有心靈嘅反應。其實我領敬拜同埋我講信息咧，都會有時差。哇！神咁好，真係回應佢，真係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，即係有感情嘅回應啊，同埋心靈嘅回應。咁呢個咧係會幫我哋嘅靈嘅開通嘅。嗱，有啲宗派以前咧，我喺我宗派受神學訓練。講師講明他反對奇異恩典受施歌，我為什麼反對？他說煽情，他用英文說的煽情，他好像煽動人的感情，就好像他們覺得同神關係就完全是理性的、理智的。那是的，的確是理智，不過我們人就是理智的，我們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而神都有感情，那為什麼我們沒有感情呢？而聖經那些人物都講到讚美神的喎，歡喜快樂的喎。譬如當他們過了紅海，米利暗帶了人去擊鼓，在那裡搖鼓，在那裡跳舞，開心的喎。他們去歡迎耶穌的時候，他們在那裡很開心地讚美神的。所以這個都是聖經教導那種歡喜快樂對神的回應的。所以我們都試一下，那個心歡喜快樂就更加容易跟神相通的。這個需要時間建立的，又不要氣餒。咁你喺呢啲情況之下加強咧，你就去到第啲情況慢慢都做得到噶。呢個係做得到個心法啊，個心點樣歡喜神咧，就可以做得到嘅。